回溯，麦克风回溯测试，可以哈，好，声音 OK， 可以哈，好啊，来，我们线上的三十几位老师，大家好，这样有听到声音吗？有，感谢大家。那虽然时间还没到，也看到上线的已经有35位老师，那麻烦老师帮我们加到这个 QuryPod， 我们今天用互动式的方式来跟大家进行下午的课程。老师好啊，关于这个线上互动版哈，目前来讲是都完全免费。那完全免费的意思是它现在没有任何限制啊，但是没有任何限制哈，现在没有任何限制就代表说未来有可能是养套杀的一部分啊，也就是说呢，你用习惯之后，也许以后就要付费啊。当然这付费是一个趋势啊哈，那我们就会建议说，老师如果觉得这个在这个就是做简报或者是互动教学方面呢。蛮好用的话，可以欢迎大家多尝试一下，哦，它叫 QuryPod，哦，那目前是都没有任何限制。老师好哈，那关于你现在登入之后呢，我们刚才是因为把画面哈简报把它锁住，好，那现在已经解开之后呢，应该可以再看到说在左边列就会有出现第一张简报哈。那事实上老师只要有看到说这是画面被锁住，就是代表你已经登入这个教室。好，这个 QuryPod 呢，其实最大的卖点在于说，小朋友在回答的时候才需要看手机。才需要看手机哈，那或者是在看你的载具，其他时候呢都看老师的大平板。各位老师，大家午安。我们这一次的研习，今天这一场研习是属于我们整个系列里面的第一系列哈，就是校园的系列。那这个系列呢，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行政，一个是教学的部分。那这个场次属于行政的部分啊，就是等一下志祥主任呢会介绍有关学校校园里面哈。他们在当行政的老师哈，或者学校的领导啊，这个校长啊、主任啊、组长啊，哈，或是老师一般的一些行政比较常用的一些 AIGC 的工具。那这一场是唯一的主任的邀请的场次哈。那另外三场是属于校长、校园领导的部分。那所以很高兴今天大家的参与。那我们今天因为主要我们本来是开实体的课程，所以今天还是会以顾现场的老师为主，所以我们今天的进度会完全根据现场的进度做调配。那这个线上混成的部分是额外请老师帮忙开放的了哈。那所以有时候可能在上课的时候不会去注意到线上老师的提问。好，那我们也会尽量处理。那这个部分就请那个线上老师多多包涵。
那我们待会呢，在两分钟左右啊，就会来进行这课程就会来开始运作啊。那我们也会录影啊，也会录影。那之后提供老师做复习哈。好，非常感谢线上跟现场的所有的老师的参与。那有需要时数的，请记得在我们讯息列上面有一个连结啊，请你在上面签到一下，输入一下你的身份证字号。我们会在全国教师网帮你登录时数。好，以上主办这边报告。好，那我们在一分钟之后会开始上课。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喽，你好，好，大家好哈，我是这个花莲县丰里国小的教导主任黄志祥哈，目前就是兼任花莲县教育网络中心这个网管组的组长。好，那今天呢，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教育行政以及呢所谓的 AI 工具哈。那今天我们采用的是 QuryPod 哈，那如果还没有这个连线上来的老师呢哈。麻烦呢，我们在一分钟哈，可以建议老师可以如果在家里面只是要互动的话，就用手机啊，手机扫描连线就可以了。好，那如果是等一下呢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呢，建议你啊一样就是notebook 也一起登入啊，你的笔电一起登入会比较方便啊。好，好，我们先问在场老师应该都登入了吗？还没有啊啊。电脑的话，可以，打网址的话就是打上面那一串 Curry.live， 好，打网址的话是打这一串 Curry.live， 然后他会输，请你输入一个 PIN 码，好，这是最快的方式，对。这一串哦 ，curi.live， 好，然后呢，他会请你输入 PIN 码是537372，这样就会进来了。好，好，我们在场的老师都进来了哈、哦。好 ，OK， 好，好，那非常高兴哦，今天下午呢，能够看到大家一起来参加，包含线上的呢，将近有88位哈、哦，有快100位的。这个我们的同好、哦、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研习。那首先呢，一定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哦，这个其实是文胜老师邀约哈、哦，不然的话，事实上他说我们这边有很多机密，事实上是不可以透露出来的哈、哦。好，那我们上这一场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为了让老师们能够比较轻松的去面对啊、哦，你有可能接任的行政工作啊、哦，比如说现在8月了嘛。啊，大家又很多各县市有这种行政大逃亡的趋势，花莲县想必也有。那你今天如果你真的不幸你到了一个新学校，他就告诉你说，老师恭喜你，你明天就是我们的总务主任，哦，你明天就是我们的教导主任，或者是我们的训导组长。这时候老师怎么办？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学会的就是，怎么样让自己过得比较轻松一点哈，过得比较轻松一点。好，所以呢，今天下午呢，我们会有比较，虽然是轻松啊，但是我们步调会慢一点，因为我们会配合现场的老师来进行实作啊。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来开始第一个活动。好，请问啊，各位有听说过哪些 AI 工具？好，我的时间呢会给大家1分30秒哈、啊。
当我按下去的时候呢，各位会发现你的手机会跳出来，它可以让你最多回答三个问题。好，我按下去之后会让你会跳出一个萤幕，让你回答三个问题。好，那这三个问题是简答题，所以你只要有听说过的都可以把它写上去哈。好，我们就开始咯。好，这时候大家萤幕应该都已经跳出来了，对不对？因为你有哪些那个 AI 工具都可以把它挡上去。你的画面呢，如果在 QuryPod 的这个画面里面，如果各位老师你的画面一直在 state 的，麻烦你把它调回到 focus， 到 focus 那边你就可以去回答问题。那在场的老师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还有48秒，对不对？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介绍这一套工具也可以。大家觉得反应非常热烈，现在目前呢回答的已经有52个老师，已经有52个答案在上面了，54个、59个啊，一直在增加。太热烈的时候呢，那没关系，再加个30秒，哎，让大家有时间可以慢慢答。在这个完毕的时候呢，等一下我们当然照惯例还会询问大家几个问题啊、哦，不过都要等第一个活动结束之后再来问。好，目前已经83哈，以依照平均一人一个答案的话，再来讲已经回答到89成了。各位可以看到啊、哦，这种互动式的。新型的 AI 工具，事实上我们就是怎样，如果啦、哦、用在教学上就可以吸引小朋友有互动的时间、哦、那在这个行政上面呢，就会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不幸呢被抓来要做研习要当讲师的时候，拿来跟大家互动也是一个好工具啊，对不对、哦、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利用各种不同的工具让你比较轻松一点。 OK， 好，时间到、哦、总共106个答案。好，接下来呢是投票环节。好，投票环节，我们呢等一下按下去之后呢，啊、哦，有我们剪1分钟就够了哈、哦，1分钟的时间让大家投票。它每次会出现两个答案，这些答案都是由各位线上的老师以及世界老师一起参加产生的。啊、哦，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有名，就给它按下去就好了。好，限时1分钟。哎，没有，他每次两个答案就是一票，对，好，他现在会出现的很快，因为我们100多个答案，他大概出现50几次，如果大家觉得按不完呢，我就再加30秒啊、哦，对，大家就挑有印象的。哇，你看已经500多个回答了，线上就在那边一直跳哦，对，看着大家都拼命的按哦。这个研习刚开始，让大家动动手指头啊，保证大家都很清醒啊。我们今天要上到4:30，哎，好，你看回应已经突破哦，已经快到达1000哦。好，还有10秒钟。OK， 来，好，各位呢，啊，各位老师啊，各位同学啊，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大家第一名大概都选 ChatGPT， 对不对？哦，大家都有听过，啊、你看第一名的，啊、ChatGPT、Copilot 哈、啊，或者是一些新型的工具，哇，这个是一网打尽，你会发现哈、啊，所以很多人投它。再来也是 ChatGPT、Canva、Bing 啊 ，ChatGPT、好，那还有其他的呢？哦、啊，基本上。
哇，你看还有里奥纳多，哦，这个都出现了。好，好，看起来大家比较常用的哦，有老师比较不一样，有老师喜欢用那个做音乐哦，哇，还不错。好，还有 Palette 也有，对 ，Gmini 也有啊。OK， 好。既然大家都对 ChatGPT 那么熟悉，那个我们现场还是要问一下各位在场的老师有，或者线上老师有玩过 ChatGPT 的请举手。哇，太好了，三四都几乎都有，对不对？好，我们今天来玩不一样，对，我们今天要上 AIGC。 什么是 AIGC？好，我们不要恳求大家回答，因为这样太残忍了，对不对？好 ，AIGC 呢最简单的，我们只要玩两个，只要做过两次你就清楚了。好，我们今天这边最知名的应该谁？就是我们文森老师嘛，对不对？好，来，第一个，请帮我 Google 一下哦，邱文胜，好，三个字就好。对，就 Google 邱文胜三个字就好。好，这个是以我们在场哦最知名的老师为主嘛，来，我们就 Google 一下。好，如果不出所料的话，Google 上面都很准确，对不对？ Google 搜寻非常准确，第一个就知道邱文胜老师制造者的时代，文胜老师的天空，对不对？刚才大家都有说有用过 ChatGPT， 差别在哪里？各位你可以看到，它在 Google 搜寻的时候，所有的都是条列式，我就是把我能够找到的资料全部都给你。总共多少笔数呢？这边的笔数这边没有写哦，好，这个就不管它，好，先不管它的笔数，我们呢回到这个来，大家都对于所谓的 ChatGPT 很熟嘛，对不对？这个最近也蛮红的，叫做 MamaKit 的网站。好，在这里呢，它就是 MamaKit.AI 打下去就行了。我们刚才是不是搜寻了邱文胜三个字？好，再来一次哈，来，好，我到这里问他，就问说。邱文胜就是哦，他这个有小一点哦，来，好，搜寻一下，好，正在分析了，他告诉你什么？这个画面告诉你，第一个，他正在提炼邱文胜关键字，接下来第二行，搜寻结果啊，各位哈，搜寻结果。他显示了什么搜寻结果？看一下，他说呢，他总共查到1080篇资料，提取了74篇。OK， 好。AIGC 意思就是他会自己生成东西，生成什么东西呢？完全看你的提问字。请问你，搜寻邱文胜老师的结果是什么？他说：“邱文胜是一位知名的台湾作家和文化评论家。”哎，这个算比较正常一点的。我早上搜寻，我们再加几个字哈，来，我们再加几个字，不要说我每次都污蔑他哈。来来来，各位，你现在要搜寻的时候呢，我们开始逐渐的加一些料上去。那这个动作呢，都会跟我们等一下哈，所有要做的行为都是相关的，也就是说你提供给他更很那个资料越多，他就会越精细。我们现在加上花莲县的邱文胜，如果在线上的老师呢，你也可以打上你自己的名字，去试试看，马上大家就知道什么叫做生成式的 AI 哦。好，按下搜寻。好，早上我试过了，他出现的是花莲县前县长邱文胜。好，其实这个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 AI 工具很方便，日新月异，非常的多。
那你要找哪一个工具，这个其实是每个人其实都跟缘分一样，就是跟你在买手机一样，你上去那个手机店看，哇，每一个手机都那么漂亮，很多人都这样啊，外形美观漂亮啊，就这一台了啊。有的是始终啊，我就是要 iPhone 啊，那有的是说啊，我要拍照漂亮，我要功能取向，我要 OPPO， 没有什么原因啊，完全是在于你个人的选择。好，那我们今天只是刚好拿这个来示范说，其实 AI 工具是真的很方便，方便到呢，有时候他胡说八道，你根本不知道。那这时候怎么办？那就要靠各位老师的专业啦。刚才讲那个邱文胜是那个对对作家啊，听起来就不太像，对不对？啊，开始哎，你看，可能现在太多人在使用哦。我知道线上老师很多在使用。好，我再一次啊，宕机啊，没有看到啊、哦，所以不要说哦。各位有发现，下午才100多人上去，他可能就宕机了。所以很多新的服务是必须要去踹的哈。好，我们再回到这里哈，来来来来，好，好。所以呢，我们回到正轨来哈，也就是说呢，你有不同的问法，你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哦，你刚才看我们写一个邱文胜的时候，他写一个作家，他很简单，很快就出现了嘛。当我写一个花莲县的邱文胜的时候，哎，他的可能描述他要捞的资料比较多，可能他机器又受不了就宕机了，都有可能。好，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请大家先试试看，先帮我呢把刚刚哈、哦，把刚刚大家所找到的东西呢，啊，帮我放到这个 Palette 的网站上面哦。哎，等一下 ，Palette。好，好，不好意思啊，我先登入一下。好的，好，我们回到这里啊，各位呢？刚刚我们进行了第一个活动啊，各位可以把你呢，不管你用任何的 AI 工具啊 ，AI 机器的工具啊，或不管你怎么讲，或者是你用 ChatGPT 也好，你可以把你搜寻过后哈、产生的页面啊，你可以把它复制起来，贴到这一个 Palette 上面去哈、让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你 Palette 在场有用过的都没有用过啊，没关系。啊 ，Palette 呢也是一个新型的工具哈、那它的界面就是你只要进来之后按一个加啊，我都已经设定好了，你按加，它就会告诉你说你要加什么，你就可以直接贴字哦，或者是贴其他的东西，你也可以截图哦，或者贴录音都可以，就直接把它贴上来哈。好，请大家放在 Google 搜寻跟这个 AI 幻觉这里哈。好，我再放一下那个等一下小文字啊，对，这里。当掉了，好，大家不要用妈妈 kid 点 AI 的哈，你可以用改用 ChatGPT， 改用你任何喜欢的都可以啊，像最近很红的 Copilot 嘛，啊，这个是那个这个是微软的，或者是你如果有 Gmini 的账号，你也可以使用它的，好，我们试试看啊，给大家一点时间，把刚才你搜寻到啊，他随便胡言乱语写的东西呢丢上去，丢到这个网站。搜寻什么都可以，如果呢你觉得 不太方便，你也可以搜寻你们校长啊，校长好像比较知名一点，对不对？啊，你可以搜寻校长，看看 AI 工具是怎么描述你们校长的。好，是，来教大家一下哈、如果你发现呢，哎，对，
这个是 Google 浏览器才有的功能哦。如果你发现说这样子你真的不好做的话，哦，不好意思，因为我刚才忘记问说大家对电脑熟不熟悉哈，哦，你对它按右键，哦，选择这个用 Google 搜寻图片，哦，只要按下这个按键就可以了。按下来之后呢，它会告诉你说它找到的网址是找 是在这里。好，接下来你只要把它复制再贴上。好 ，Paylater 的页面就打开来了。好，已经开始有了哈。哦，你看 AI 呢，把我们文胜老师真的是多才多艺。刚才是这个小说哈，这个文坛的大家，现在变成了音乐制作跟音乐家。OK， 好，在场的老师呢，哦，都已经完成了，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搜寻的结果，哦，那个教育处正在广播，好，不够，不错哦，这里，嗯。啊，广播完毕后我们就继续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好，好，广播结束哈。那我们这个部分呢哈，就留在自己各位老师自己线上来看哈。那这个我们都已经设成公开了，所以大家都可以贴哈。好，那因为我看到还有不少老师在贴哦，真的贴的有够多的哦。好，对不对？好，看到了，邱文胜啊，邱文胜曾经担任花莲县县长啊，这个都不是我们乱讲的。你看哦，他还会自动告诉你，各位会发现。在于资料不足的状况下，不管你去搜寻，啊，搜寻要碰运气，或者是你用 AIGC 来产生对这个人的描述，事实上都是有很大的风险，啊，今天我们假设了啊，假设你万一不信，你说你是一个新进的这个我们讲学校专门收尾的，啊，主任或者秘书，他说呢，你麻烦主任呢，你明天去搜寻一下文胜老师的资料，我们想要邀请他来学校上课。那对于你新到花莲来，你根本不认识文胜老师怎么办？你很可能就是 Google 搜寻，或者是用哦，既然校长要一个简报嘛，要一个简这个简述嘛，我是不是就跑去用 AI 工具把它生成出来之后送给校长就好了？啊，好死不死，你送了一个说，哎，他是一个花莲县长，哇塞，我们要找花莲县长来帮我们上课，这听起来怪怪的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 AI 工具是确实有它的风险存在哈。
那在今天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聚焦了，我们必须要聚焦，所以接下来又是一个小小的活动，我们看看呢，这个在底下的这些 AI 工具里面，哪些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就先讲，如果呢，票数差不多，那就照我原来的顺序来讲，好，那么40秒给大家选一下就够了，来，三二，OK， 好，感谢大家哈。目前看来就是 Canva 最多，对不对？跟我想象的差不多。Gamma 呢只有一票 ，Notebook LM 有三票哈 ，PLE 有三票。那当然还是有其他的哈。好，那其他的因为我们就没有让大家写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就会依照这个顺序哦，告诉大家说是 Canva 它有哪些用途。但是请记住哈，我们今天不做技术教学，我们今天讲的是如何应用。所以我们会很快的把技术层面带过去，我们只问说怎么使用就好了。好，来，既然我们已经讲了要用刚才讲的 Canva， 要用 POE， 要用 Notebook LM， 或者是像其他等等，那首先还是要问大家，各位觉得你的 AI 工具应该什么时候使用？再问一次，今天你拿到一个工作，或者是不管怎么样，你有一个工具嘛？我今天想要完成的，你什么时候会想到要用 AI？ 没有任何哦 ，OK， 来，一分钟可以嘛？最少一个答案就好。好，来，我们来看看呢，看看这个线上跟在场的各位老师呢，大家脑力激荡一下，你什么时候会用到 AI 工具呢？这很重要哦，我们今天技术摆第二，优先这个行政使用层面摆第一，所以我们要脑力激荡的是，说我要什么时候使用，大家好好想一下。写什么都可以，像我们在学校实验过，老师还有小朋友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懒的时候。没有任何想法的时候就会用 AI 工具，这个问题很好啊，科技永远来自于人性的懒惰，你为了要求快，你自然就会找工具来完成，那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OK， 好，总共59个答案，来，我们来看一下下，接下来一样，请大家帮我投票哦。在59个答案里面，你每两个答案，哪一个你比较认同，你就帮他按一下。好，大家不要想太多，因为我们这次呢都预设都是匿名，连后台那个显示真名的我都关掉了，所以就请大家就放心的填写，
好，大家在后台都只看得到匿名而已。好，可以哦。来，我们来看看什么时候最该使用呢？哦，对了，你看没有头绪，不知如何开始时，哦，这个是我们的第二名，哦，好，专案计划整理资料等需要快速完成东西时，没错，各位前三名都告诉了你什么时候该用。第一个，你真的要快速完成资料，今天很倒霉，真的，我等一下就把一些资料秀给大家看。那个临时还有告诉我说，哎，那个老师他不做了，现在老师学校老师不做，明天要交结案报告，叫主任去收尾，那怎么办？收啊。那问题是我通通没接触过，对不对？好，那都有一些小诀窍跟大家讲，怎么样快速的去完成哈。好，那专案计划整理资料没有头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时候，找不到方法解决的时候，哇，这个字有点小哈。啊，写摘要。哦，需要大方向的时候，时间紧迫时，没有想法时，生成文本时，哦，想不出策略时，没错。感谢所有参加研习的老师，其实这个就是你们今天为什么要来上 AI 课的关系。我们来提供一些工具给大家使用，哦，好，对，这个就是呢，期末呢，哦，突然告诉我说这个成果要交了，然后我说那所有资料呢？没有，我脸就会整个皱起来，真的是这样子，啊，尤其是你被临时交办工作的时候就会很惨，哦，好，那我们跳过去就好了，啊，好，来，好，那既然要教大家呢，啊，我们 在做所谓的这个工具说明的时候，啊，我就会建议大家，其实这个最常用就是我们讲的 PDCA，啊，你先知道说你要去完成什么目标，然后呢，你要去拆解它。接下来你可能要去收集各项资料。如果你没有资料的话，东西就是空的。好，然后呢，你要去找到你要的工具。好，最后呢，你真的在使用的时候呢，各位真的建议你，你要再三的去检查，好，它产生的资料是不是幻觉，好，是不是随便乱写的。好，那各位你说我怎么检查呢？各位，你们的专业是教书，你们的专业是可能在主任上面你得借很多资料，他是不是乱写的，事实上各位主任应该很清楚，啊，那如果不清楚，你就说我交上去，当越来越多人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你 不做任何检查，不做任何调整送上去，校长或者是说其他的委员一看就知道说这是 AI 生成的，当使用者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被抓包了，哦，好，所以呢麻烦呢，哦，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们接下来的后面各位发现我们前面开场了大概半个小时就是在做铺陈的活动，后面两个半小时基本上都在实作，都在实作，哦，就一定要做就对了，哦，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会比较容易去接受这个 AI 工具，哦，好，那在进行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些呢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真理，啊，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其实只是让大家心里面有个底，说哎，我必须要对 AI 有我自己的定位，啊，AI 对你来讲是工具呢，还是它可能是以后你的助理，啊，那也许这个助理现在还不是那么的成熟，啊，还不是那么的成熟，他也许常常会出错，啊，那但是不妨碍说你可以把它当成助理去使用，啊，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当成工具，然后呢也会因为呢有各种，啊，你的目标的不同呢，你会使用不同的工具，啊，所以不要一个工具，哦，用到底，啊，不要一个工具用到底，所以等一下我们的活动会是好多工具凑起来的，为什么？因为最后你要教的不是 PPT 就是 Word 嘛，对不对？啊，所以你这些整理出来的东西最终都要整理到 Word 去，都要到那边去，好，好，那到底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说呢，你有没有把你的个人专业加进去？你的专业加进去之后，就算 AI 产出的是模板，
它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哦，所以呢，常常你在网络上有听到一句话，说取代你的，哦，不是 AI， 而是使用 AI 的人。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嘛，节省时间，哦，善用工具，对不对？哦，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善用 AI 让你的行政工作更轻松，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目标。好，好，那么我们就准备来，准备来，终于要来介绍了。好，以下呢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 四大工具。好，一个工具大概是40分钟，一个工具大概40分钟。那其中呢讲解的部分，讲解操作的部分大概不会超过十分钟，哎，各位发现哦，我就是带进门而已啊。那接下来干嘛？接下来就是大家要实做，实做难不难？真的不难哦，跟着我们做，真的一点都不难哈。好，想请教一下哈，第一个我们要教的是 Canva， 询问一下，已经有 Canva 教育版账号的，请举手。一二两位三位哦，太好了。我最喜欢那个都没有做的，这样子才比较轻松。好，各位会发现哦，我这个账号在这里用的是 Gmail， 用的是 Gmail。好，那另外一个账号呢，用 Canva 的呢，我是用 HLC 账号。为什么？因为它，对对对对，因为一般版跟教育版，差别在几千块了。我们讲实在的，就是钱的问题。他为了教育嘛，他也教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我如果让老师学着是去使用 Canva 之后，老师们也许就会带着同事、带着这个学生一起进来使用了，对不对？所以我把教育版的功能做得非常强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Canva 呢，你就是打 canva.com 就行了。好 ，canva.com 的时候呢？如果还没有教育版的呢，可以跟着我一起做哈，我两边都做给你看。好，他今天楼下一直在广播哈。好，首先呢，我们连到 Canva。好 ，Canva 呢，只要呢，各位老师，你只要有Google 账号，现在所有的 AI 工，几乎所有的 AI 工具都接受 Google 账号，所以各位的 Google 账号是很好用的。那 Google 账号分两个，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版，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教育版。哦，各位用的 OpenID 就是教育的 email 哈。好，那各位会发现 Canva Pro 它告诉你，我都还没有进去，它就告诉你说，你要30天内免费试用。哦，这个就是要钱，那很正常，因为使用者付费嘛。哦，那但是他首先都会告诉我们说可以开始免费试用，就点下去。好，点下去的时候又会可以看到多少钱呢？一年是美金120元，这是指一般版。一般版你如果要使用它的特殊功能，就是一年要缴120块美金，大概是3000多块。那如果合理的话，你当然就是应该支持。如果你觉得说就不好用，你就先试试看，就不要用。好，那我们来看哦，这个不行啊。来，我现在用 Google 来继续哦。好，登入账号的时候，哎，不对，我应该用一个那个无痕视窗。好，用无痕视窗大家会比较清楚。首先呢，我们选择登入或注册都可以。好，你如果没有账号，你就选择注册。注册的时候，他会点选说，请用 Google 账号来登入，你就点选它。好，看到这个画面就很熟啦，花莲县的 OpenID。好，按一下下一步。哦，花莲县独有的，OpenID 登入，各县市其实也是一样哈。好，输入我们的公务账号。好，我好像忘记
等我一下，我们的那个这是共用的测试账号，稍待一下。好，老师们呢没有测试账号的，用你自己的账号哈。那外那个在网络上的老师，如果你没有教育账号的人，你就要自己想办法。好，那花莲县的老师是因为都有教育账号哈。好，我要帮现场的老师看一下他们登入了没有齁。对，千万不要加团队哦。对，老师，对，哦，人的速度比较快哦。他，你登入的时候呢，我们先等一下哦。麻烦，如果在左边你有看到说叫你加入现成的团队哦，麻烦都先不要加哈，因为我们今天要帮大家做测试嘛。好，你加入了左边的这些团队呢，你就会对你就会比较麻烦，你就是啊在这里好，画面没出来，有啊。画面没出来吗？应该有出来了，哎，有出来。好，你如果加入了现有的学校团队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接下来的活动你没办法参加，因为你要等现有团队核准你加入。哦，你要等现有团队核准你加入。那我们不要，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团队。好，那如果这什么？如果说老师你已经跳过很多步骤的话呢，哈。你只要做一个地方叫做认证，好，你可以选择免费的教师资源或者是教师与学校，你就选择这里，或者叫做成为教育创作者都可以。好，他会告诉你说你要做认证在这里，好，自己一个团队叫怎么做认证呢？你就按下好我要取得认证。好，画面好像没出来，好，稍待一下，稍待一下，画面没有出来。这样出来啊，好 ，OK， 这样出来了啊。OK， 好，好，我们再跟大家报告一次哈，你选教师跟学校，你就可以来开始做认证哈。啊，这时候就有了哈。啊，不好意思，这个号码这个已经加入过了就不行了哈。好，但是呢，没关系，我们就直接跳过去。如果说各位老师呢，你会发现说他开始叫你填一些资料，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只要填学校的网址、学校的地址。然后贴上去就 OK， 你就会通过了。所以你可以随便打一个学校名字，比如说你就打丰里国小，啊，丰里国小呢，它的网址呢，就会是叫做，因为啊，这个账号被用过了哈，不好意思，我应该再找一个那个没有加入过的，有没有谁的可以分享一下？看一下哈。线上的老师就不好意思，我先顾一下那个在地的。
我们等等，还有一位老师还没有完成哦，稍待一下。好，我们在场的老师呢，这个都已经通过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直接回到这个 Canva 里面呢，我们今天要做些什么事情呢？事实上 Canva 只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好，我先把它登入。线上以及在场老师们帮我点点看哈，帮我点点看。你今天呢，如果想要任何一个都可以哈。你今天只要开任何一个文件，比如说就是叫做 DOCS 就好了，就是开个 DOCS， 开始撰写。好，我们在开始工作之前哈，一定要先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工具。如果没有这个工具，那就是恭喜你的 你可能才刚加入 Canva 不久，这个工具还没推播到你身上、哦、那我们要检查的是什么呢？在这里这个叫做元素这里呢、哦、
麻烦帮我往下拉，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做 AI 影像产生器？以这个为主，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工具你有没有？对，如果没有这个工具，那你接下来的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有些的账号是拿不到这个工具的，麻烦帮我检查一下。在这里，你在 Canva 这里呢，随便点选一个，比如说你要白板或者是简报或者是 DOC， 我们最简单就是选择 DOC 就好了，就一个文件，点下去之后呢，点选这个元素，元素拉到底下有一个 AI 影像产生器，各位老师 ，Canva 呢其实非常的好心哦，它呢有提供很多范例，比如说底下可爱的日本动漫风猫咪在鲜花盛开的森林里，各位发现它在写句子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有单词啊，你一个词呢，它就是真的给你一个词的东西，比如说好，我要产生自己的影像，我要产生什么呢？它会告诉你，你要有五个单字来描述，对不对？好，你说我今天要画一条龙，好，你就按下产生影像。好，那为什么一定要选今天来上呢？各位会发现哦，现在很多的 AI 工具它都是用月节。好，你这个月呢，比如说像 Canva， 它告诉你说你有500点，好，你看我底下有写嘛，对不对？你看哦，我现在使用一点哦，然后呢，点数将于2024年8月1日重置，哎，不就明天吗？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就放心的给他使用，哦，明天他就重置了，好吗？好，所以就今天大家尽量的去使用 ，OK 啊，好，好，那你看我只要打一个字就写龙，好 ，Canva 就开始帮我产生了，好，那产生的呢会依据网络速度以及它 AI 运算的结果哦，它这个都有进度条在跑，好，各位。这个龙是我们要的吗？不一定，对不对？好，那你会写什么龙呢？好，接下来就换各位咯。我们等一下要产生最少产生一张图。那以什么 为目标？各位都可以。你觉得你要产生什么？你看我们现在目标不明，对不对？我们只是要产生图。好，那你要产生什么图？比如说有这个不能够语音输入哦。好有可以。请帮我画出一个日本女孩拿着手机在讲话的样子。感觉好像在考大家的作文，对不对？没有错。当你描述的越完整，它所产生的图，就能够越精致。然后大家也可以放心，因为 Canva 现在是免费都让大家使用嘛，也就是它产生的图，事实上你拿来做商业，我记得是拿来做商业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样你能够描述的出来，好 ，OK， 好，那现在就是换大家的时间了哈。请大家帮我呢产生一张图之后呢，再帮我把它丢到 Palette 这里哦。现在这里哦。记得放在 Canva 成果分享这里哦，先不要丢到 AI 简报哦。啊，对。看到喜欢的图，做完的图呢，记得等一下把它另存新档哦。
好，我们再来一次哈。好，请帮我画出在一间教室里面有十个学生正在使用电脑绘图。把你要的档案哈，把你要的那一张图呢点下去，它就会出现在右边了。那大家分享的时候，当然是可以使用另存新档，或者是呢可以直接分享这个网址哈，你也可以选择分享这个网址。好，或者是直接下载都可以。好，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哈。等一下老师们哦，就是可以把这个你的 Canva 第一张 AI 作图呢哈，帮我们放到这个 Canva 的成果分享这里哦。好，我们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请大家试着作图看看啊。啊，这个是等一下呢，我们在要完成作业的时候呢，必备的一些工具哈。Canva 真的不难 ，Canva 就是搜寻、套用、编辑。那我们要加上自己的专业，就是你在做一些就是比如说美编啊，或者是重要的图示影像的时候，你可以产生自己的图来使用。趁着现场老师呢在做图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对，哦对，文森老师已经帮我回答了哈，教育版不可以商用，感谢啊，对，老师这一张呢有水准哦。怎么说呢？到时候各位老师，是不是有的人在想说，我每次学校开亲师会都只有几只猫而已，对不对？你如果呼唤出这个 Canva 的作图工具，说我们晚上再开亲师会，有20个家长，你的照片是不是就出现了？这感觉好像我在教大家伪造文书，对不对？不是哦，不是哦，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说，你可以做一个示意图。好吗？哦，我们都要往好的地方去想，好吧？像不像这个？像不像丰里国小的屋顶？有去过丰里国小 对？木质屋顶像不像？哇，丰里国小这么多人，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假如啦，啊、哦，没有仔细看的话，你会觉得都很像真的啊。但是你细看的话，就会发现还是有瑕疵。对，各位就会发现哈。Padlet 也可以贴连结啊 ，QR code 都行。你说这个的连结要，稍等一下哈。Padlet 的连结哈，稍等一下下。我把这个，找这个就行。
现场有老师问说，哦 ，Kema 怎么下载？哈 ，Kema 下载其实因为他现在并没有锁住说一定要所谓的商业用户，他从之前就一样了，只是你可以下载成 PDF 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点选这一张了哈，下载，直接点选下载就行了。这边你可以用 PDF 或者是 DOCX， 好，那基本上我们就是用 PDF 就好了，就点选下载。它就正在下载，那下载完毕呢，你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啊，在你的下载清单就可以看到说有一个 PDF 档出现了。好，它不让我去点开来，好，没关系。工具打不开，没关系。好，我这边的 PDF 可能打开有点状况啊。那大家依照这样的下载之后呢，就是存到我们这个 Palette 上面就可以了啊。已经有开始了哦。想去旅行的 Mickey 啊，你看，好。哦，感谢大家。你看，各位老师，你看这种提示词哦。就只有在大家互动的时候才会产生，你就可以看一下别人是怎么用的，就直接拿来复制都没有关系，最少你有了第一步啊。我们讲做行政的没有 idea 的时候先模仿啊，那你模仿完了之后你自己就会去修改了。好，这是哇，这个四张图真不错。好，穿着粉红色小花裙子戴墨镜的恐龙哈。所以假设啦，我们今天不是讲行政，我们不讲行政，我们讲班上小学的语言教学行不行，对不对？主词、名词、动词、形容词通都上去了，小朋友每加一个词语，每加一个描绘词语，他就可以立即帮你产生出来。这个不就是 AI 工具的运用吗？哇，奥运，奇幻花森林，好，日出哈，日出这个应该是连结，好，那一样，各位老师，如果你贴连结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啊，你要记得麻烦在这里分享这里哈，你要把这个连结的权限打开来，啊，不然的话就会跟刚才一样，就是它呢，就会变成说要求存取。那你这里呢也可以选择说只供检视就好，只供检视，然后复制连结就可以贴上去我们的 Palette 了哦。好，那通常呢因为是分享哦，所以很多人都会建议说再把你的那个语词一起贴上去，哦，对，这样子会比较有共享的效果啦，哦，好，然后 OK 我就发布。好，发布的时候呢，点选过去看。哦，这个老师，这也是新老师，你看，好，好。那很多老师会问说，那我做这张图要干嘛？哎，各位老师，你如果真的没想到的话，提供丰里国小本年度毕业 T 恤 logo 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小朋友说没有 idea， 他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主任，我们的 logo， 因为我们是跟那个同南国小要了那个热压机，我们要自己印制。好，他们说主任，我们的 T 恤要自己印制。好，那印制，我说那你们的 logo 要长什么样子？小朋友跟我说不知道，他就说不知道。我说你们说不知道，那我就只能买白 T 啊，对不对？然后说那我们再聚焦一下。你觉得你们在六年当中，对于学校生活最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小朋友跟我说赏金，哎，赏金就有了。好，来来来来来，我就来赏金哦。好，关键字赏金出来了啊，哦，金鱼嘛，对不对？好，
那我说除了鲸鱼之外还有别的吗？他说海豚也很漂亮啊。啊，好，那就是再加一个海豚。那你有了鲸鱼有海豚你要干嘛？他说能不能有一个他们在互相追逐的图？哎，我说好，在海里互相追逐。好，那在海里互相追逐有个问题啊，我们印 T 恤你总不能印了一个这么大片在身上嘛，对不对？我们通常都会希望它小一点啊、哦，然后做成圆形的图，对不对？描述给他啊、哦，以圆形的方式呈现。好、哦，然后呢，我说这样就好了吗？他说主任这样子的话，我们先看看成果。好，然后我们就来给他按下去了。我刚才描述的还不是很完整哦，那还不是标准很完整的句子哦。好，我们来看看它会呈现什么，哪一个比较合适哦？看起来是这个，对不对？哎，有没有了？开始了，对不对？好，再加上一些东西，加上什么？哦，丰里国小嘛，我用英文缩写。帮我产生 FLPS 的缩写以及第78届。好，我们来看看它会产生什么。有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不一定会有文字产生啊，但是呢，哎，它总是一个新的意象可以让你出来。好，这张图，或者是这张，好，各位发现 FLPS 没出现，对不对？啊，七十八届也没出现，对不对？好，那就自己 P 图啊。好，所以呢，我们只是拿了这个图之后呢，让小朋友去选，选了之后呢，最后发现我们就开始去适应，用热压机哈、哦，热感应这个热升华去转印，就发现还是太淡了，太淡的结果。但是我们就拿了这个现成哈、哦、我们的设计图去给厂商去转化，最后就印出来他们的毕业 T 恤 logo。所以你会发现说你善用工具在聚焦想法上面是很快的。你跟小朋友在课堂上讨论那么多东西，说哎，我们的鲸鱼海豚在海里面互相追逐，要用原型呈现，这个也太为难一个主任了吧，我看起来就不像是会画图的样子，对不对？但是我借由 AI 工具，我是不是很快就可以聚焦？然后各位发现这个海豚确实是不好看，好，不好看。那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当然有啊！哦，你可以用漫画风，底下可以调，底下可以调，好吗？哦，我们都可以调，这是比较像相片的哈、哦，底下这边都可以调。然后呢，如果你是要漫画风，你可以选择哈、哦，就是手绘风，你可以选择图像，这边都有不同的方式可以让你选。哎，好，带给大家试一下，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教下一个影像。给大家调一下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第一个学了，哦，你总是要一个目标，然后才来使用这个工具，所以第一个例子就是我可以产生我毕业的 T 恤，或者是特定啊、哦、喜庆或者是节日所需要的一些图片，我就可以自己产生了。各位不需要去找人画图，啊、哦，你也不用说到网络上去搜寻，自己弄就行。
时候呢，大家的粮食的距离要稍微长一点，不然的话，你做出来的米片它会像是卡住一样，就是可以在那边不动，你要给它足够长的。对，刚才有老师在讲哦，对，确实是，如果你的本来就是有美术功底哦，你自己画图说不定都比这个快。我们这个是给苦于哦刚接行政哦，或者是这个就是有临时有急用用途，它需要产生图啊、哦、来使用的啊、哦，所以你那个比较已经自己已经有底子了，会用绘图工具的就不需要用到这里哈、哦。好，不过呢，也不是每项都会画嘛哈、哦，像我们那个新住民。在办那个新住民研习的时候，那个他的讲义的封面，我就得要请他产生一个，比如说具备七国语言哦啊的那个人物在上面，哎对，好，大家 OK 呢、哦？好，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影片哈、哦，好，这个影片呢，各位发现啊、哦，哎对，一样，他呢花的时间更久。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产生呢？哎，帮我描绘一位男子教师在教室里面上课的情形，其中有小朋友跑来跑去，突然有一个小朋友跌倒了，老师后来帮他擦药。那各位会发现哦，我们在讲完用口语讲完的时候呢，还是要进行修正的哦。所以就是请老师在送出的时候哦，再次的去检查一下，你可以把你的句子自己再念一遍，以那个以通顺为主。那不通顺的地方，你就是自行把它省略掉。好，那么接下来我就来产生图片哦，这里。哦，如果你运气好，它的这个模型库里面已经有现成的影片了，它很快就产生。那通常呢，大概多要2到3分钟哈、哦。好，我现在就放着给它产生，也请在场的老师给它试试看哈、哦。影片这个功能它目前还不是很稳定，但是只是让大家知道说有这个功能，以备呢，比如说你临时真的有一些示意影片要跟厂商或者是跟比如说不知道跟谁说明，你会临时用到才来用，不然通常我们都在 Canva 里面就是用那个魔法工具做图片就够了，一般来讲就够了。就比较偏向照片，对，图像是说用手绘的，就是说绘图的。还在跑哦，
大家都试试看。不好意思啊，因为今天教育处外面也是有活动啊，所以会稍微的这个吵了一点哦。好，还没算出来啊。那这个只是多讲啊 ，OK 了，好嘞，我们来看看。我把它放大一点来播哦。各位老师有没有看到很奇怪的影像，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来看，好，就这样子，短短几秒，短短不到四秒钟哦，它在变形。好，所以这个只是博君一笑，让大家知道说 AI 的工具事实上是一直在进步。那至于有没有用途，我们现在先不用管，我们可以知道说有这个东西就行了，对不对？那你实际上会不会用到？以目前我们在行政上面来讲，是确实是用不到的啦，确实是用不到的。我们知道有这个工具就行了。好，那讲完这个工具呢，各位哈，我们还是要回到这里哈。来来来来来，好，我们讲 Canva 啊 ，Canva 三大工具。一个叫搜寻，一个叫套用，一个叫编辑。搜寻什么呢？好，我今天要做一个简报。我要做什么简报？不知道。哎，大家觉得做什么简报比较好？不知道，对不对？没关系哦。教育行政，你看我自动有我帮他勾了。好，教育行政类，它的范本这么多，你看我现在就是做了一个了哦。选随便选一个，好，选了这个，你先看看它的模板，你喜不喜欢啊、哦？如果觉得喜欢的话呢，你看只有这个啊、哦，只有教育单位啊、哦、可以免费取得。那如果你是一般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它是不能够让你去套用的，好、哦，这就是教育版跟一般版的差别。好、哦，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有这个一个帽子在的呢。你要有教育版才可以点选说制定此范本，就这样子而已，差别就在这里。好，我们讲了搜寻哦，套用哦，你看，好，我总共几个页面哦，这个总共就一页而已，不止吧？哦，他问我们所有结果，不管他。好，套用完毕之后，修改它。我们直接这样写好了哈，来，学校风光，我要今天新校长来，我要对他做个简报，对不对？好，风里，好，那常常会有人说这样子就好了吗？事实上，其实是这样子是真的就够了。哎，你如果觉得这样子写的不好的时候呢，哈，点到别的地方去再点回来，它就模仿文案工具就出现。那你点这个模仿文案工具呢，它就告诉你说你可以继续书写，或者是更风趣一点，或者是施展创意魔法。通常这个都是要去争取什么东西的时候，争取什么计划的时候呢，啊，它就会去就可以使用这个魔法工具。产生一个比较好的口号，哦，那我现在没有，对不对？哦，就不要，就是风雨过要简报，这样就行了。所以其实最快的就是搜寻、套用、
接下来编辑。好，可是这些都是皮肤，这些都是皮肤哈。好，那因为现在已经快三点了，我们要不要先休息个五分钟？接下来要教大家伽马，哦，伽马呢是一个新兴的工具。好，好，那这个简单的工具哦，我们先做到这边，等一下用伽马哦。好，好，我们先休息个五分钟，谢谢。好，大家好哈，我们又回来线上了哈。好，那好，我们还有两位老师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照进度哈，我们要来开始上这个伽马。哦，各位发现，其实我们的排列顺序其实只有照这个字母的顺序哈。不过伽马呢，确实是一个很方便、很方便哈、很方便的工具。那多方便呢？事实上它就适合在于，如果各位老师现在目前没有任何想法的时候，你就叫 AI 产生给你。那我们来试试看哦，伽马这个登入呢，它没有分教育版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一般版，反正你就是只要用 Google 登入，它就让你使用。那预设值呢，一个月一样是400点，看它的点数，但它点数会有的时候扣的比较多哦，它点数有时候是一次就要40点。所以你要点下去的时候先想一下。好，那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哦，对，之前它产生的到底长什么样子。好，以上哦，这些文字通通都不是我写的，我只告诉他说我要帮老师上学校行政人员的 AI 工具指南，然后呢你会发现他总共帮我做了这么多页。好，你看看哦，那你会发现我们做完之后，这个是不是老师所需要的？抱歉，完全不是。为什么？因为 AI 就只是照你告诉他的来产生，他并没有说完全是符合你，当成是你的个人的助理。好，所以我只是很简单告诉他说我要帮学校行政人员上 AI 工具指南，他就针对说啊，那这样子的话我来产生一份文件给你做参考。好，那我们来看看哦，你看伽马它帮我产生了什么？第一个，学校工行政人员的工作挑战，它告诉你说，因为你们有很多挑战，所以要用 AI 工具。好，然后呢，那 AI 可以在学校做什么事情？它可以做自动化，可以做分析，可以做个人化。哎，你会发现才两页而已，它讲的有条有理呢，是不是告诉你说学校用 AI 工具就可以变好？啊，然后呢？没有了，对，真的就没有了。因为他只是帮你起个头哈。好，那我们看看哈，提高工作效率的 AI 工具，它可以用在哪里呢？用在文书、日程安排、数据收集。好，但是他还是没讲到重点，我要用什么工具，对不对？好，第四个，它可以协助你做决策啊，它可以收集数据之后帮你做决策。行，那可以哈，看起来都很厉害，有没有？最近受量校长不是在教那个 AI online 啊，最后那个就是在线上做题之后。AI 它后端的 AI 系统帮小朋友分析说他考试的状况哪里，然后那个学习弱点在哪里，哦，那个是他最近在推的东西哈。好，增加师生互动的 AI 助手，哦，课业辅导、学习资源推荐、个人化学习，这不是听起来很熟吗？不是军医吗？哦，学习霸、Pagamo， 对不对？都有。哦 ，AI 在校园安全管理。好，各位会发现，你看。光是这样子他就帮我做出了八页，没有任何想法的时候就做出了八页。好，那我们今天要怎么做呢？很简单哦，当你登入的时候呢，
好，我们花一点时间，因为各位会发现，他就只是他问你要不要注册，你就说用 Google 账号就先注册完毕。所以我们花个两分钟时间，大家先注册一下，好不好？好，来，注册之后就会看到我这个页面了。就打 那个有老师反映哈，他登入之后，有时候那个系统会直接没有启用，会寄一封信哈。那这个老师你就可以试试看用那个 Gmail 啊，来另外来登入啊。如果用教育版会被要求认证信件的话呢，可能用 Gmail 先试试看。好，大部分老师都进来了哦。来，看到两个字，新建 AI， 对不对？好，就给他点下去。好，点下去之后呢，各位会发现，你可以贴上文字，或者是他利用这个有没有？直接你提示给他某些文字，他就帮你完成，或者是你可以汇入档案或网址，好，你会发现他有可以现成帮你改你的 PPT 哦。但是呢，根据我试验，他常常偶尔你给他超过个20页以上哦，他会当哦，所以我们只是让大家试看说，这个呢是在你真的没有任何想法的时候，他帮你产生。好，来，那我们第一个哈，我们当然就是不要先试这种东西，我们先让他直接帮我们产生看看哈。好，那我们要产生什么呢？刚刚我们不是讲吗？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这个叫做学校 AI 简报分享，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做的是，你先看，来，学校的简报，对，我们要产生一个学校的简报。好，那产生学校简报很简单，各位，我们要讲什么字，它才能够自动帮我们产生？就打学校简报吗？对，就打学校简报。好，打学校简报就好了嘛，我们来试试看看。学校简报。好。好，今天呢这个产生大纲他就帮我弄哈。我就开始产生大纲。好。有没有狠狠哦，一次就扣40点了。再按下去又是40点，好，对，在这里这边都有写，如果你要继续的话又要40点，这边是你的总点数，每个月它的固定点数都是固定的，到月底就把它用光，好，所以如果大家想试的时候呢，什么时候试最好？月底，好，月初它又是新的了，所以今天就是尽量试哈。好，那各位你看发现学校简介、教育理念、师资阵容这样子，大纲就有了。
像不像是校长要 在做那个校长评鉴的时候要跟委员简报的东西？不像。好，那根据你所输入的不同，它就会有不同的内容。我们再往前一点，反正是现在是我在浪费嘛，大家先不要浪费哈，欸，不然等一下你那会做不完哦。好，丰里国小是个在花莲县寿丰乡的小型学校，目前人口学生数50人。在我们要继续的时候，各位发现我写到这边就暂停，为什么？因为我们讲你要有目标。我们今天是什么目标？我要跟校长简介，或者是要跟大家简介说丰里国小是个什么样的学校，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就应该要先收集这些资料贴上去给他就行了哈？那我再多一点哈，他是个闽客原新住民的村落，对。这个在场老师都很清楚，如果你有资料的话，你给他，他写出来的东西就稍微的比较专业一点啊。在这个村落里，大部分都是以服务业及农业为主。家长。请依照上述的资料帮我产生学校简报。好，你看就没有了。好，五四差不多了哈 ，OK， 好，这样就好了。好，那我们这样子呢，让它再重新产生一次大纲。好，这大纲 OK 了，你看它有学校概况、学生背景、家长职业概况、学校特色、面临的挑战、合作的重要性。哎，各位有发现了吗？专业又开始不太一样，对不对？好，这时候呢，真的要下去就是按继续。好，那就浙江花费40点 ，OK 啦，还没，这时候他要跑一些些画面，告诉你说你可以怎么选呢？这边是你的各项的标题哈，你的风格，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风格，按下去，好，觉得这样子 OK 了哈，这也是标题，好，那我们就是觉得 OK 的话，就是产生喽，哦。你如果不想挑的话，你就按随机产生主题就行了。好，那我已经挑了一个主题了，对不对？我喜欢这样的风格，按下产生。好，运气好的话就没当，哎，对，太多人使用的时候，它真的会当，真的。哦，上次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做的一些成果啊。哦，这个当然是虎烂的，我只有讲50而已，对不对？我只有讲50个学生，他连学生家长的分布通通都出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好，哦，哎，等一下，
好，我们就来从第一页开始看哦。好来，魏老师，我们看看专不专业哦。丰里国小简介，乡好，丰里国小呢是位于花莲县寿丰乡，是一所小型的学校。目前呢，学校人数是50人哦。我们在这边呢，哈、哦，你看这边讲的比较不顺，你可以自己调嘛。好、哦，我们的目标是那个什么那个全人教育啦、啊，哈、哦，对不对之类的？好。好，丰里国小是一个社区学校，结合闽客原住民及新住民的文化，学校致力于维护多元文化智慧，促进融合与尊重，哎，对不对？好，各位有做过教导主任就知道学校愿景怎么产生，对不对？学校愿景分析怎么做，就帮你做出来了。好，但这个前提是你手上一定要有资料，你手上没有资料，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这个丰里国小简介，他哪知道丰里国小是谁啊？对不对 ？AI 没有那么聪明，他不会通灵，哦，他不会通灵。好，那我们继续看哦。好，刚好 AI 他不会去搜寻找一不会，哦，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教第三个啊、哦，第三个叫做，哎，就是我看 notebook， 哎，不，我们等一下先教 POE 好了哈、哦。好，那各位发现，你看这些都是帮我们直接写好了，但是呢 ，AI 幻觉又出来了，对不对？他连家长比例都帮我们调了，他说家长服务业60%，农业30%，其他10%，然后还帮我写的范例。好，这里就是需要大家的专业了，他已经帮你写啦、啊，你只要去修正那数字不就好了，对不对？好，厉害吧？特色课程都帮我写出来了，社区合作文化体验。啊，为什么？因为他有很多的大模型的数据。他知道我是闽客原住民新住民，所以他觉得说多元文化是你可能会注重的，所以他就直接帮你把多元文化写进来。那回到最原始，就是老师你输入什么样的文字，他才能够去找到那关键字帮你产生，所以你给他的资料越多，他就能够产生的越多。好，好，那你看简单的八页，学校面临什么挑战，他都告诉你，他都帮你写好了哦，够完整吧？学校缺什么？缺资源，拜托大家捐钱，对不对？好，后面就附上账户啊之类的啊。好，那家校的合作的重要性哈，你看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今天下午要做什么？来，麻烦各位老师哦，我们回到这里哦，想想看，如果你是 Gamma AI， 对不对？他现在已经告诉了你一个大纲，哦，我们今天就是无中生有嘛。我们今天最简单的哈，下午你看大概在3:30，好，15分钟，我们来做出一个你觉得你可以跟上面，比如说新任校长交代过去的学校简报，15分钟，啊，事实上你会发现你在想那些字的时间比简报的时间还久。好，我们来做一个。好 ，OK， 好，做完了呢，就麻烦哦。做完了以后呢，如果说你要直接上传哦，哎，我是建议不要了，你就是直接分享这个连结就可以了哦。选择，哎，选择检视就好了哦。对，哦，它那个画面有点大，等一下。好，选择检视，哎，等一下，哦，他就不知道让我下来，好，没关系，好，大家知道意思就行了，哦，我这边他拉不下来，哦，然后你就是可以选择分享，哦，分享也可以，所有的人，哦，就是这边做检视，就是复制连结，然后就贴到我们的这个 Padlet 这里就行了。那接下来就给老师花一点时间哦，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大家做出来的简报哦。那你如果觉得说你要加上图，因为伽马的图哦，你会有的老师会觉得说这个图都太自私了哦，那是正常的，哎，
那你就可以怎样在 Canva 里面自己去做图，然后把它贴过来就好了，对不对？那这能不能随时改？可以啊、AI 工具没有什么不能改的哈、哦。好，我们现在把时间呢留给大家试一下。也有老师问说，哈，那个这个伽马这个工具到底还有什么用途？哈，等一下呢，我们会把这个产生的 PPT 丢到那个 POE 去，哈，大家就会发现 AI 工具要串起来使用，你才会发现它的价值。那我当然也会提供一些例子，等一下给大家试验，哈。那先回应一下哈，在场老师有询问到说哈，假设哈，假设我现在做出来的这个版本哦不太满意，可是我只是想要修它部分的内容哦。第一个当然是直接编修，第二个是你可以按这个点点点哦，这边有个叫做检视来源提词哦，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是原本你的提供的词。好，那。在这些词的上面呢，各位有些会发现说它是不是可以修改，有这个疑问，其实你的疑问就是对的，它就是可以修改。比如说我不要家长直接概况，那我想写什么，直接点选，它会依据老师你提供的内容去产生资料，对，所以你这边的大标题只要先想好，它就负责帮你产生资料。好，比如说我这里不要，我们刚才这边是叫做家长直接概况，对不对？好，那我不要家长直接概况，我给他随便胡乱，好不好？哦，对，文化背景啊。好，那各位发现哦，你看我不管怎样只要有动作它就一定会扣点数、哦、所以我再产生一次它就扣40点 OK 好，那我们就再扣一次40点，好，它就会 去编修了、哦、所以呢你说实在的，使用者付费本来就是一个趋势，如果你觉得好用的时候，事实上就是想办法要争取资源来拥有这个工具、哦、不然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哎，我等一下改一改还没有改完，我的点数就空了，那是很可惜的事哈。好，啊，分享，反正这是分享贴到这个 Padlet， 等一下。好，我先把那个刚才那个老师修改过后的地方先给大家看哦。
各位老师有发现吗？我改了文化背景，他就帮我变出一个在地艺术跟节庆活动。对，好，好，所以呢，在目前我们在试用的状况下呢，我们会建议老师就是你可以多方尝试，反正是月底的最后一天嘛，好，你就多方尝试。好，已经有老师缴交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位老师，提供的是三年级亲师座谈会的目的啊。那这些老师你都可以自己再去编修，对于那题目不那个就是不满意的啊，标题不满意都可以自己再调整啊。这是赖老师的啊。老师有发现吗？啊，因为不到五分钟，对不对？亲师的简报，亲师会的简报已经做好了，你只要加上自己的内容就可以了，大纲他都帮你想好了。所以这是什么？没有 idea 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啊，好，所以不要怕，对，不要被人家讲说，哎，你用 AI 工具好像偷懒，绝对不是啊，它是为了让你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好，来学校简介哦 ，AI 遇上卡通动画来。哇，这个老师看起来是很专业，不晓得是那个，是自己写提示词，还是说让那个电脑是直接产生的哦？你看 ，AI 加上卡通动画等于无限可能，啊 ，idea 它的资料库多庞大、啊，对不对？多有说服力啊，对不对？是比起你在 Kema 那边自己磕好多了，好，好，但有人就喜欢用 PPT 哦。有人 PPT 真是厉害，那个真是高手。对，可是像我这种懒惰的，哎，搞定就好了嘛，啊，好，对不对啊？这个网址我都一直留着啊，因为 Padlet 它一个人可以有三个大的那个白板嘛，啊，所以这些资料都留着，大家就自己去下载或者复制就可以了哈。好，我们来看看哈，哦，友善校园周，拒绝俄少性剥削宣传。这厉害了，你看这厉害了，对，哦，各位厉害吧，高老师的不拍不传不留，有没有？有了这些你就会发现，哎，大家现成下午100多个，假设不要说多少，传一半上去你就有50个可以套用了。哦，遇到不当哦，你看这个都很专业吧，对不对？这不是学校宣导过的，国中阶段有什么危机啊？这个就可以很明显，也许这个是国中老师，啊，那如果是国小的话，你就可以把它要求在你的那个 PPT 的里面就可以写说这是写给国小的，我在为在国小宣导，哎，就让它再限定多一点，这看起来是国中小一起哈，哦。好，下一个哈，哦，学校先哦，你看这个是哦，管语国小。哦，关于国小在彰化县哦，所以今天我们有来自彰化县线上彰化县的老师哦，哎，对不对？对，好，我们讲实在的啦，这东西你把它录成影片，是不是就可以在学校网页播了？你还要特地去拍吗？不用，你可以加产生，对不对 ？Kema 行不行？
这丢这东西放进去 Canva 汇入之后产生影片就好了啊。哦，那有人说真的这么难吗？真的，我给你看看我们学校哦。嗯，这个是 Canva， 我看看之前的首页。哎，我之前的在哪里？时间到简报，不对，我看看啊，中国小，我的专案。各位不要觉得我乱讲，真的，我多偷懒了啊！这是干嘛呢？这是学校做小老师们哈，在做那个就是感恩影片，他就是把自己的影片就是录下来，然后叫小朋友讲话，然后呢，我用 camera 把它combine在一起，然后产生 MP4， 然后就交出去，就这样子而已。对，哦，所以一个标题哈，那这些都是它里面的哈，那我们来看看小朋友的。那，所以我们最主要是找到合适的工具 ，Canva 里面其实它很多东西都可以用。对，如果说大家觉得说，哎，这个影片哦，你不要那么麻烦，因为大家很多都是用手机录，录完之后你就丢到 Canva， 然后呢把它拉在一起之后。产生一个影片，嗯，成果影片就出来了，而且它速度还蛮快的哦。OK， 好，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再来看几个哈。不对，欢迎国小，再来，哎，看看一下。伽马二三，嗯，国学学校简介，哦，原住民族简介，哦，好，好，我相信大家都很厉害哈，好，来来来来来 ，OK， 好，来回到这里哈，我们来看看。目前呢，上到这边我们已经介绍了两样的工具哈，介绍两样工具，不晓得在场的老师们有没有什么疑问要问的？因为接下来的工具呢，稍微复杂了一点，啊，稍微复杂一点，对，所以这两项是入门而已哦，好，等一下我们要开始把它综合起来 ，OK 哦，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要来进行第三个了哈。来，活动通知单。好，这里呢是一个网址啊，你也可以直接按右键下载，或者是呢，就是用 Google 搜寻图片啊，然后呢，它会得到一个云端硬碟的网址。好，好，我需要呢大家哦，帮我下载这一个，哎，算算，哎，需要帮我下载这一个计划到你的。网页里面到你的那个硬碟里面麻烦帮我下载啊。这个工具呢，先下载，我们先下载可以吗？再报告一次啊。你下载完毕呢，我把那个网页开出来，没错。建议啊，建议用大家用所谓的这个 notebook 啊，笔记型电脑。按对，用 Chrome 来开，选择用 Google 来搜寻图片，自然它就会得到一个云端硬碟的网址。哎，这条线会影响掉。这条线，这一条线应该是这个的关系。好，这样可以吗？可以哦，
我这样就再缩小一点。可以吗？对对对对对，把那营队就要下载下来。好，都下载了吗？哦，都下载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好，这是一个营队计划，通常是这样子，有一个营队就要一定要有人做通知单，对不对？好，啊，偏偏你的助手或者是说你的组长或者是你组员都不在，怎么办？你对这计划也不熟。好，我们就开始看了。好，以前的做法就是啊，我看完了之后，哦，大概比较重要的就是，活动时程表嘛，对不对？好，然后呢，我就把这边复制上去，贴到 Word 就 OK， 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有比较新的工具，好，我们现在有比较新的工具。好，这个比较新的工具呢，好，要请大家帮我打三个字 ，poe.com。poe.com 对，好，那我为什么不要用 ChatGPT 啊？因为第一个我没钱，哎，啊，你要上传档案的话，要到 ChatGPT 必须要付费。好，第二个是呢，这里面呢有好多的 AI 机器人可以使用，所以我一般来讲比较喜欢这一个，哎，所以我可以一直互相切换，这一家的机器人不满意，我就换另外一家。好，所以请大家帮我。到 poe.com 这边，好，那如果有玩电动玩具的呢，不要误会了哈，这个不是那个流亡暗道哈，这个是 poe.com 是一个 AI 机器人的那个集合网站。好，在这个画面使用点选使用 Google 登入或者是继续哈，在这个继续之前呢，我一定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大家觉得说，哎，你这个老师今天来讲课，你之前到底有没有使用过 POE 啊？好，我来给大家看看说之前我们都怎么使用这个 POE 哦。好， POE 呢，好，各位啊，这个是比较近一点的啊，我把最早拿出来啊，这个各种不同的符号就代表不同的机器人。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有时候我会去测试说哪些机器人他讲的话比较合理，哦，讲的话比较有说服力哈，哦，所以在这里，好，比如说在这里哈，这是2023年8月3号的，等一下最上面，好，这里呢，啊，哦，这里不见了哈。哦，我呢，那时候我们要写一个结案报告，那个结案报告呢是属于福伦社，他们要对外做那个全球奖学金的。那你知道，其实我们的英文不是很好，对，但是我会写中文，对不对？所以我就写了一段话之后呢，我就说呢，哎，这一段话我写下来了，请帮我翻译成英文。接下来 GT4 的 Turbo 他就帮我翻译成这样子咯，哦，改写成这样子，有没有？我要求的是他帮我改写优美改写，然后翻译成英文。那里面有没有错？有，封里他翻错了，哦，那怎么办？那没关系，我们自己会改。我就最后只要把它怎样复制上去，哦，整段复制，然后哪里贴到哪里，贴到 Word 就好了，哦，我的结案报告的结尾 就好了。好，我们来再看其他的哈。好，如何改进教育新的聊天？各位，我上次还在做的东西的时候呢，事实上它可以什么？它可以当你的助理。我就说我有一个物品总表 Excel 档，哦，它已经混乱了，有多出来很多物品序号，而且有好几个物品分类的 Excel 档。然后呢，里面虽然有一个是正确的，可是我现在要它比对。啊，这糟糕了，我要去翻 Excel 的函数，很麻烦，对不对？
你把你的需求讲给他，他就告诉你说可以这样做，而且他还给你范例。好，那这范例对不对呢？不知道，因为你要自己去试。好，所以我就照他的范例去试了，哎，我发现这范例好像有一点点问题，所以我又去找了另外一个 BOT 哦。我就去找另外一个，好，那没关系，那个我就好像不在这里了。好，再来阅读编号。好，再来呢，各位会发现这个是干嘛？这个是临时，有人说那个我们要针对于这个，我们要争取一个叫做阅读计划、阅读素养。那身为一个主任，哎，就麻烦了。我们要先模拟哦，等一下，哎，它有点宕哦。好，我们要先模拟委员有可能会问的话，对不对？对，真的，我就把假装我自己是委员，好，我就委员可能会问说，你到底比较喜欢阅读纸本还是那个数位刊物呢？为什么呢？哦，我就把模拟的委员的题目给他放进去，然后呢，你看他的助理就开始帮我回答了。对不对？好，那跟我们今天这有什么关系？有，来，我们试试看哦。各位发现哦，我来探索，这个不要探索哦，我们直接新增一个。这边有好多助理，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通常我都不动，哦，我就只用它 POE 自己建的就行了。把我这个档案放上去。好，请阅读这个档案，并且摘要成重点，做出一个家长通知单，提醒要带的物品以及时间，最后以表格呈现。这样就好了吗？真的，我按下去了。哦，对，我的重点是什么？第一个，你要他读什么资料，你要提供给他，所以你首先要有资料，对不对？第二个，里面的重点应该就是像这个活动，应该就是时间跟计划，还有要带物品嘛，对不对？还有哪些注意事项？然后呢，提醒要带了之后，最后我请他用表格呈现，按下去。这样就好了。好，各位，你有发现吗？这个东西复制起来，贴到 Word 去，贴到哪里？贴到 Canva 去，行不行？好，我们来贴哈。复制。好，我们的 Canva 呢，在哪里 ？Canva 要是教育版啊。好，搜寻，哎，我们来首页，记得哦 ，Canva 三大功能，搜寻什么？我今天要一个海报嘛，简报不要，我要一个印刷品好了，一个通知单，好，搜寻通知单，找到你要的范本，哪一个很合适？哦，好，这个。也许这个很合适，点下去。哦，这 OK， 制定范本。好，这有点小哦。这些通通都不要。哦，虽然是讲 Canva， 你丢到 Word 去也可以。
吼，不让我不让我移哦，等一下。哎呦，太大了哦。这个格式可能不太好了哦，你看我们要修的太多了。如果说大家有花一点时间去挑到你要的范本就可以了哦。好，一样把它字大一点。好，然后呢你就加上你要的，就加上你要的照片图片，你的通知单就完成了，就这样子而已。对对，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好，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哦，比较简单的做法哦。好，那现在呢要请大家呢先试试看哦，如果你真的没有任何 idea 的话呢，可以利用哦，可以利用我刚刚提供的这个叫做生成式英语创作营队的活动来产生通知单。那如果你有自己懒得读的文件，也可以用这个方式丢一个试试看，好不好？好，请大家丢一个试一下。那丢完之后呢，不管你产生什么，不管你是放到 Word 去还是放到 Canva 去，最后呢都请你可以上传到好我们的 Palette 这里，好 POE 的成果分享哦，在这里。好，哎，好，这有两个错了哦，不好意思，我应该多做了两个哈，没关系。好，大家可以试一下哈，然后你可以试用呢，最新很多流行的，比如说 Gmini 哈 ，Gmini 那个，比如说 1.5 版啊，或者是 ChatGPT 哦 4O， 或者是其他哈，或者是 Copilot 都可以去试用看看，它有各种不同的 AI 机器人。最简单的几个关键字，要么就是让它产生摘要，要么就是加抓重点，或者是呢，你可以让它产生说，如果我要对这个档案有简报的话，帮我产生简报档，也就是你的目的越清楚，你的 AI 工具就会越容易达成你要的要求。那如果说你都没有流行化，它就会随便给你乱写。
我们来看看现在有没有老师上传的哈、哦。啊，有喽。好、哦，你看。哇，好。啊，老师呢是直接用分享对话哦，你看这样很方便，哦，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哦，我们要稍微的加快一点速度哈、哦，加快一点速度。各位 ，POE 不只是可以做这些工具而已哈、哦，我们呢来看看它进一步哈、哦，进一步可以做些什么哈、哦。无中生有，这叫无中生有。啊，这个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要写结案报告了。糟糕，那个之前老师全部都跑光了啊，那怎么办？首先，各位你还是要有资料哈。这个资料呢，啊，我有放在这个网络上啊，一样在网络硬碟。好，它资料呢，各位下载参考就好了，因为之后我会删掉哈。目前呢有布双英语跟课语十二年国教、哦、布双英语我还在写，那也有课语十二年国教、哦、你可以任选一个、哦、那我们来看看我里面提供哪些资料。我认为如果你要利用 POE 产生所谓的结案报告或者是一些讨论的资料，你必须要有一些资料要先提供。比如说我提供十二年国教好了。好，第一个是你要有一个他校定课程的计划或者格式，第二个是你可能要有他的一些教案，你才能够根据这个教案来写成果、哦、或者是呢现在布双里面你要有一个申请计划、哦、你要一个申请计划，然后呢你要有一个成果的格式。好，那么很简单，我就下载这四个、哦、我就下载这四个、哦、我以布双的实际直接执行给大家看一次就好、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哎，我很快的把它带过去啊，因为这里面事实上有很多资料，事实上就是我们自己学校内部的了哈。那我就下载这四个，好，这四个下来了哈，我很快给大家看一下。哎，还没下，好。OK， 好，好，我们来看看。哪四个呢？第一个，我会有11年度、哦、之前的这个说明的，等一下、哦，哎呀，希望是没当、哦、好，身为一个收尾的这个是苦手、哦、各位，我真的建议你能够收集的资料尽量多一点。等一下呢，你产生的时候呢，才不会说偏到哪里去。第一个是我有11年度的计划的说明，好，再来呢，我也再来接下来哈。好，再来，我还下载了12年度的实施简报。这些现在 AI 工具都能够辨识、哦、现在 AI 的能力不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你丢给他图他也能够辨识里面的文字，所以一般来讲 PDF 只要不是它里面已经错乱了，基本上它都能够辨识、哦、好，再来呢，我写了这个叫做我们的凤梨国小去年的这个叫做那个提出的计划，对我来讲，我觉得应该要有这几份文件，等一下我的 AI 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哦。这些是我去年提出的计划。好，最后呢是他要求的格式。OK， 好，就这样子，我把它放大一点哦。好，格式最重要，对不对？因为这是要交出去的嘛。好，那我现在就开始。利用 POE 来完成这份文件。好，来，好，首先呢，喂，好，等一下哈，这个都把它关掉。好，回到我们的 POE， 在这里，
都把它关掉了。好，开始新的对话，没问题吧？来，首先提供给他，把我们要做的事情先给他。好，在 POE 里面哦，它有时候会有限制，就是你档案的大小哦，你档案的大小它会有限制，通常都是在5 MB 或10 MB 左右，只要不大于这个范围呢，它都能够接受哦。好，那我要干嘛呢？我首先要让它去阅读这份资料，所以我会给它的一个指令就是，请帮我阅读这三份资料，抓出重点以及执行方向还有成果报告，随便写给他都没有关系。主要在这里呢，是让他知道说有这三份资料是他必须要参考的。然后如果你还要给他网址也可以，他也可以接受网址，所以如果你有布双的网址给他，他也可以接受。好，接下来他就去读了。他读的时候要花一点时间，重点在这里。各位，你有发现吗？哎，当你拿到一个新计划，你真的抓不到他重点的时候呢，你就叫 AI 读给你听，他帮你摘重点。哦，我知道了，原来在11年的时候呢，他是要以生活健体应用跨领域实施啊、哦，以适应为中心，要强调整体的环境营造，然后呢，要执行方向是学校要建立这个双语团队之类的。你看，大项报告都有，对不对？然后呢，他也告诉你说，你的成果报告要包含教案成果，包含实施成效、课程调整以及未来规划。那12年呢，他要注意什么啊？以丰里国小为例，我们到时候是规划这些东西，对不对？哦，好，好，你看，很简单的，他就告诉我们了。重点来了。我现在是不是要让它产生成果？好，成果不要动哦，各位，成果不要动，千万不要一次复制丢上去 ，AI 会乱掉。对，好，我会跟他讲什么呢？贴上来哈。依据我刚刚提供的资料，现在丰里国小将要撰写成果报告，请提供以下内容。哎，太快了，对不对？哦，你看他整个都帮我弄好了。事实上，我这边忘记写了哈，这边要先贴上去，把我刚刚的哦。把我刚刚的这个再复制一次，不好意思啊，刚才太快了哦。好，比较完整的说法是依据我刚刚提供的资料哦，现在要撰写那个成果报告，然后呢，请依底下的内容。OK 啦，各位想，这个格式是不是要求要做教师专业成那个支持，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他写的哈。教师专业支持办理事项。贴上去了。好，如果觉得贴上去的这个不太好看，你可以按右键啊，选择纯文字贴上，啊，自己再去编排格式就可以了。
不对，这不是黑色字哦。好，第二个需要学生发展能力的电机办理事项，对不对？好，好，这个是等一下还可以抄的，因为它都已经存在电脑里面了、哦、一样，把你刚刚的要求哦，哎，各位老师有没有很快？但是他也没有乱写。有，我很明白啊，这是在我们学校做过的东西啊。哪些事情我们学校没做？没有做的你就要删掉啊，不然的话你要去生出那些成果是不容易，对不对？所以不是 AI 写的你就相信哦。哦，他只是根据我们当时写的计划，然后呢去里面摘取重点，说啊你们学校应该会做的这些事情，但事实上没有做的就不要写嘛，就把它删掉。啊，检讨与成效，各位学校对本成效的检讨与建议哈，我都写很简单而已哦。各位会发现，啊，我基本上都没有太多提示语，但是呢，如果各位老师在使用的时候，我会建议你多一些描述会比较好，他会写出来比较不会那么冷冰冰哦。一样把刚才的资料齁、哦、对不起，你看我还多写了一些赘字齁、哦、好，好，我只能说各位，我们还是再讲一次，这不是叫大家呢就是贴上形式，你一定要是根据说他给的一些意见之后呢，自行再去编修。但是真的，如果你真的遇到不得已的状况，是不是直接复制就可以贴上去了？但是这种事情不要常做，真的不要常做。对对对，这个对于大家常在使用 AI 工具的来讲，一看就知道这是 AI 写的。哎，老师写的，老师平时的水准没有那么高，好吗？哎。我讲实在的，你要看我自己写的计划就知道了哈。好，好，各位，好，最后你各位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你可能要花一个礼拜想尽办法作文来写的东西，我刚才花几分钟？不到十分钟吧。最后你只要怎样贴上照片就好了。那照片平时怎么收集？有啊，我们学校发的是公用手机，每一个老师都有手机，你就是平时就拼命拍，他就传到我们共用的网站那个云端硬碟去，我只要去里面抓资料就好了。哎，我只要去抓资料就好。那什么时间办理什么活动，因为他那个 Google 照片都是照日期上传的，所以我只要到我办理活动的那个日期去下载照片就好了，就这么简单而已。对，所以这一份是不是就完成了？但是这样子是不是合格？告诉你，这一份最多只有60分，好，因为它没有感情，它只是照你的计划写上去而已。那你之间当中，你有想要那个表达什么样的意见哦？事实上都没有呈现出来，好，所以一定要加上老师你的专业哦，加上你的专业去做编修。那它格式很乱怎么办？就是整个去把它移掉啊，移掉之后，老师你该怎么修改就怎么修改，就这么简单。OK， 好，那因为现在是4:05的哈，
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个五分钟。我们四点十分呢来讲今天哦最后一个打造自己的工作资料库哦。我们到时候今天最后的二十分钟要教 Notebook LM， 这是 Google 提供的工具，非常好用，尤其是对于新接手的老师来讲非常好用。来，我们休息五分钟，谢谢。老师，那个其实复制 PLE 的内容哦，是可以复制表格的。应该是我们刚才在复制的时候呢，有时候 Word 哦就会没办法成功过去。但事实上，只要会复制或者说运气好，它可以就是连同之前的格式一起是复制过去是没有问题的。那贴过去，我们刚才贴过去是选择纯文字，所以的表格的那些格线会不见。好，大家我们又回来了哈，来，大家加油一下哈。好嘞，今天呢要讲最后一个哈，非常好用的工具是 Google 提供的啊，它的名字就叫做 Notebook LM， 大家可以直接复制哈。好，复制之后呢，去搜寻一下。好的，那这个工具呢，我现在就直接登入给大家看哦。这工具对于谁来讲最有用呢？基本上是目前正在读书或者是读研究所啊的这个学生们是最适用的。好，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只要有工具就有不同的用法啊。那这个工具有多好用呢？其实事实上我真的觉得这个工具会比 ChatGPT 它所提供的读书机器人好用、哦、那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哦、好，它是这样子， Google 的界面你只用 Google 的账号就可以进来了、哦、所以我们先给大家一点时间先进来之后呢、哦、我们来准备新增一本笔记本、哦、再登入一次、哦、我们先登出，好，不好意思哦，这样可以，好，这样可以哦，有了哦，有画面，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全国法规资料库。全国法规资料库呢，它本身是好多的法律条文集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在做这个 Notebook LM 的时候呢，你只提供给他一个全国法规资料库，你会发现说他说他会完全不认识他哦，他会无法提供资料。比如说我现在直接建立一个，直接建立一个资料库叫做建立来源。好，那建立来源它有云端硬碟 PDF 或者是网址。如果各位老师，如果你有收集 PDF 相关法规，你丢上去给他可以，但是你要知道 PDF 法规不一定都是新的，不一定都是新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在全国法规资料库里面有找到资料，
你提供给他网址，他会是最准确的。好，比如说我们就来新增一个叫做请假好了哈。做这个资料之前的哈，一定是要先建立来源啊，你要建立给他参考的来源，也就是我们讲的收集资料啊。那你给他的参考资料越多，他的资料就越准确啊。比如说我已经新建一个叫做公务人员请假规则，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我这边来打请假哦，他不理我。我们把跟请假有关的字啊，都把它放进去。好，你会发现到跟请假的有关的有公立幼儿园教保条例，对不对？好，假设你是学校的人事。或者学校的主任，你要准假，我就建议 ，OK， 这个资料，哦，你们学校假设有幼儿园，是应该要放进来的，对不对？好，就请你复制这个网址，然后呢，到这个你的任何一个资料库，你就写加入，哦，网址，把它贴上去。好，你会发现你现在已经有两个资料库喽，哦，那这个法规资料库。是我刚刚加错，就是不要它，你就可以选择不要参考它。好，再来，我们再来加入一个好了哈、哦，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会跟我们的请假规则有关系。公务人员请假规则，好，我上次已经应该已经 建立了公务人员请假规则。再来，我们来看看哦，还有什么跟我们比较有关的？哎，教师请假规则，对不对？好，来，我们就把教师请假规则也拉进来。好，这样子我就有三个来源了，对不对？接下来问问题的时间又到了，各位，我们要问什么问题？这个是你的个人工作资料库。所以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哦，那我们来看看看。如果老师要请长期病假，有哪些事情要注意？哦，我们来看看打字有没有错。如果老师要请长期病假，有哪些事情要注意？按下去。不好意思，他现在突然给我当掉哦。等一下，好，刚才我们问的不见了啊，真是的，再问一次。如果老师要请长期病假，要注意哪些事情？哦，还好不是我的。對，今天要打直棒。對，好，各位发现哦，来，有没有发现？他帮你把条文里面有关于老师要请长期病假的条文帮你列出来。这个工具是专门给行政人员用的。如果你要采购法，你是不是建立一个采购法资料库？你把采购法的一些判例也丢下去，问他问题，不行，就这样子而已，就这么简单而已，对不对？你只要找到对的工具就很方便了。那他写的有没有错？哦，有哦，他有先跟你讲免责条款哦。Notebook LM 有时候会提供不准确的回应，建议你自行确认事实。那这些事实在哪里？我们不是已经建立了这些基本法规吗？所以你也可以到全国法规资料网来看啊，你也可以从这里直接去点选，都可以啊。所以有一个基本资料可以做参考的时候，哎，等一下哈，啊，你就会有一个来源可以做依循，而不是随便说
依照我的印象，教师请长期病假，法规好像打一等哦，哎，不是这样子的，你必须要有法规依据哈、哦。好，比如说来，我们来看教师请家庭照顾假，每年有几天？他就根据这几个法规来告诉你说，哦，根据教师请假规则，有看到吗？他是根据教师请假规则哦，每学年有七天的照顾假，然后可以请家庭照顾假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来问他好了、哦、教师请假的状况下，什么时候他的考绩会列成乙等？各位、哦、他就开始在帮你写啦、啊。所以有凭有据的状况下、哦、你看哦，这里他是说并没有关于教师请假跟考绩评比的关联的说明。事实上有没有？有，对不对、哦、超过了请假天数之后，哎，他事实上是有关系的、哦、那这些资料就会代表说我们收集的资料的来源可能不完整，就会建议你说呢，回去你可以慢慢的去做，把你的法规资料库建制完成。那像目前我们是建制一个基本法规而已，那能不能再新增第二本？可以，你可以新增什么？你可以新增采购法的哦，这些网址来做。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请老师们今天只要建一本哦，你自己你觉得你常用的法规的资料库就好了，你可以。先有一个观念，你以后再慢慢的扩充 ，OK， 好，来，我们花一点时间哈、哦，请大家建制之后呢，你可以做分享，好，比如说我刚才做的哈、哦，我刚才就把它分享上去，好，新增使用者，就复制连结就好了，好，复制连结之后呢，我们到那个 Padlet 这里哈、哦，最后了。好，当你贴上去之后呢，你今天的作业就几乎都完成了。不过这里就是要，哎，他没有，哎，我记得他是可以做分享的，等一下、哦。哦，只能够具备的使用者哦，目前还是只能够指定人来分享了哦，那没关系，好、哦，大家就是试试看，去做一个自己的资料库啊、哦，反正。我们只要知道说老师们会建资料库就可以了哈。好，对，好，那就麻烦大家哈，把你要的资料库建制完的资料库贴上来就可以了。今天下午呢，介绍了四种工具，其实连那个 QueryPod 跟那个 Padlet 大概就介绍了六种了、哦、那可能对老师来讲有一点多、哦、那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是起个开头，让大家知道说有这些工具可以使用。事实上在这个网络上有更多、哦、有更多工具，那这些都在网络上的社群其实都有、哦、那如果当然我们今天只是一个算是抛砖引玉啦，其实玉都在各位身上，各位老师平时所见到的所看到的，事实上都可以是成为一个养分，好，那也就是欢迎大家就是互相提供，好，好，那还有一点时间哦，对，还有一点时间的话，大家建制完成哦，也可以帮我们勾一下，好，今天最后一个课程调查哦，对，好，一分钟就好了哦。等一下呢，大家帮我想想看，今天哪一个课程，哪一个介绍，哪一个工具是你最喜欢的？就这样子而已。OK， 好，那我们就开始喽。
哇哦，新课纲资料库，哦，代理教师，哦，独立书店，哇，大家都生成式英语创作，很好，大家都丢了好多资料上去。哦，好，有15个答案，还不错。哎，对，23个答案了。好，好，也是一样，大家帮我投票一下哦，看看哪个课程是最受欢迎哦。其实就只有4个课程而已啦。嘿，更好应该是那时候不小心打上去的。好，我们来准备截止哦。啊，200个了 ，OK。好，好，课程调查哦。好，非常感谢哦，很多老师都说全部都喜欢，而且实用。那也有老师是觉得说伽马不错，还有 notebook 也很不错哈。好，那以上呢？对，真的大家辛苦了，下午3个小时在这边陪着我讲话。好，那不晓得还没有老师，现场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那网络上的老师我们就给文胜老师回答了哈。在场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还要问的？没有哈，那文胜老师他们都没有问题了。谢谢，谢谢，拜拜。嗯。好，谢谢大家，谢谢。对，目前来讲呢，它 LM 呢是有一些资料的限制，除非你付费哈。不过对一般行政来讲呢，2-3本的资料库其实就够用了。对，当然人事或采购可能会多一点，不过尽量就是鼓励大家就是收集资料，啊，建置自己的资料库。